爵士鼓打得不错的话，可以到他的这个粉丝专页哈，来帮他按个赞哈，来给他鼓励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让我们的雨涵妹妹来稍作休息。那等一下呢，他一定会安排的不同的曲目哈，再继续来带来非常精彩这个爵士鼓的表演。好，那接下来。